对不对？你加个日，加个安，不是这个、啊，也有这个字哦，我相信。你看，真的有这个写在左边的、啊，这个我们呢不认得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反而认得，对不对？甚至这一种你就认得了，这一定大家都认得，没有人不认得这个字吧？宴会，国宴，对不对？总统要请在外面国宴，那这个字为什么念宴？你就知道，都是从安来的。安和燕是不是叠韵？然后还有安，安这个韵埋在，它只不过中间跑了一个一，这个接音，接在中间的意思，像介绍人一样叫接音。有人说是元音啊，像去帮助你背啊。否则有时候我不是不录哦、啊，叫你不要拍名单，不是叫你不要录，不要拍名单，可是还是要录的，还是会讲。尤其我回去自己听的时候，哎，有时候可能忘了，因为你看我回去都会做时间轴。你到你客服系统啊，讨论区已经加进去了啊，上课时间秀，然后这个真的不乱秀，你进去，因为第一个是跑到 Facebook 的就留那一个，只有那一个，其他都已经 Facebook 那个也传到那个 YouTube 了，那么我都会做时间轴，然后整理一下。是这个照顺序排啊，那一样你就可以点播嘛。有时候我要做时间轴，我自己要经过一遍啊，然后就可以听到自己在点名，这同学可以加分，我再加。因为我现在不认得各位嘛，听名字总不会弄错，对吗？有这个、我是其实昨天才发现有这个好处，直接点我就对你没什么印象，没意思。我是给你一点啊，因为你是老刚给我点头。纯牙，丁玲，丁彤，雍凯，哎，不在，我不在。我画这个就是我想先认识了，我真好奇，可是你们又他不在，应该可以看他的照片。要最好是对着照片比较早一点认识香萍，我回去都认不得人了。明轩、心莹、易如、伟伦。凌晨，香盈、新宇，对不起，新宇，新宇不在，给他缺课两次，然后红军。红军也不在，三才为了他的红想了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吗？五十三嘛，我说什么？我给了分数我还没，有没有？跟一平均是不是又拉下来了？这红有没有记得？这个红，对不起，照一下黑板啊，需要讲一下。别忘了红左边图片在哪边，我按讲完了，没记得吗？是不是念这个？是不是？左边念姜嘛，和姜也可以念红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都念什么红？你看，其实姜长江的姜反而声音有跑调，红和红什么没跑调，所以人家说这个要怎么念女是吧？没学过宫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念右边的宫嘛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红还可以念宫，它本来就念宫嘛，歌科科是不是一组？然后又换嘛，有时候念歌，有时候念科。喝对不对？那红只不念喝嘛，那念公的时候是念喝，所以它其实红鸟，这个红鸟它其实是念左边的江，这内涵看不到。你还以为江公差那么多？差不多，这差不多先生在里头有道理的。那以为真的人家差不多是混脑袋，有些真的是差不多，你反而自以为聪明，反而其实不懂。好，回来名单了哈，还是要录啊，只是不要照名单而已。易安。这就几乎没有印象了、哦、
可是我没有把握也不会变低分哦。今天呢最低标就是684，反正每个礼拜少一分这样，上礼拜85，慢慢会降下去。林守堂啊，什么事？你有发声音，我就要给你破百。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因为刚开始上课，我是希望你要讲话。虽然不知道他刚讲什么，林守堂我认识，虽然是救生啊，表现不错，救生标准是低一点哦。其实救生应该最高是只有13啊，你要讲话，当做鼓励。孙清，不赞。明伟，艺兴，像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第二节来的，我就不给他艺兴，我就想要了解。对呀、啊，现在170。幼林，我现在都忘记到底是谁哦，这个也蛮容易。星云，不在。燕君，那点名好花时间。星云不在，星云是你。那差很多。燕君，玉芳，这个没看到喽。明轩。玉君，燕华，玉豪，不在，玉勋，好，今天上课那么累，找借口就给你破吧。啊，匿名，啊，匿名是摄影师。一样吗？所以你是你讲话还没破百，因为你的已经给了，还要免死金牌，其他就照常。玉智，玉智不在。于彤，社长刚好没看到你啊。韦一晨，不在哦。韦晨，一江。玉宪。隐晦，对不起，隐私，对，很好，你更要破百，还纠正我，这个没印象哦，你做那我不知道，你上一次也是刚好边边，那应该没错了哈。千惠，有些人很喜欢隐居，那就，我也曾经干过这样的利群，这是利群，那是利利群。浩群，嘉诚，嘉诚，有一点，可以投影机会改视了，再纠正我刚刚高音。你看，这是把你的缺课补回来了。对啊，已经97了，所以是活的。缺课怕什么？黄明伟，你都不肯补，怪我，是不是？你的表现，除非你表现我补给你，应该没有关系。阿璇倒是蛮影响深刻的，你这节课，然后是他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没看到。袁婷，你精神比较不好，刚好没看到，是可以办的，有办法。思佳。浩如，逸婷，佳音，陈强，不在，思安，泽良。玉洁，天瑞，幼林，这个你看标颜色就是很强的意思。你没有开头哈，没有用啊，就是
是你超专心。你为为人这样互动，无声的互动，无声我就不能跟你破百了，要有声才能破百，有声。好、哦，几分了？你看、哦，我们准时上课的嘛，对不对？扣掉我刚刚稍微讲解一下，算十分啊，至少七分到十分，方便念一遍都好像。我刚到这是一个重点啊，因为跟课文到时候要理解，我敢说全天下可能你们以前上蓝天奇趣可能有一个地方都上过，到时候我们来讨论。啊、哦，不是我伸手伸说的，对，都要讲道理。这就跟这个我们说对错问题第九章人道恶作很有关系啦。作者是谁？王羲之。他是怎么样个性的？就是现在要讲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跟人家不和之后，在父母面前立誓不再做官，所以他这方面个性还是蛮极端的，有点类似那个讨厌你的，走了就不再回来了。你说对错问题要回到恶作，回到作者里头去判断，就这样去解答你的解读到底是对还是错，什么意思？放大，稍微带一下啊，其实我放大镜头，好像叫 virtual， 哎，那个的反应放大镜嘛，就很放低了，重开嘛。他的本性是淳朴，所以他喜不喜欢做作或者奢华？不喜欢，他喜欢吃原味，不要加料。食太尉施建等，太尉是一个大官，就不细说了啊。这个一查就知道是什么官啊，词典啊，网络都查。总之是很高的官啊，施建这个人还蛮有名的，像国语词典啊，你去查。可以做个连接啊！竟然还有收他哎、欸，可见他一定很有名。词典会收的人，通常都会有一定的成就和名气。哦、嗯，竟然有收他，这个是念痴，啊、嗯，白痴的痴，虽然他不是白痴嘛。啊，这个字是右边读边读左边的西啊。嗯，那西跟痴有，哇，这一台电脑有问题，不行不左边是念西，西跟痴有什么关系？是别韵啊，像有一句有一首很有名的叫《夜雨寄北》，有没有听过？对啊，你看它押什么韵？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对不对？巴山夜雨涨秋池、嗯、可见池你看跟我们这里的池吃见的吃是不是一样同音？可是它是不是跟一来押韵？那你看吃见的吃左边是不是念希望的希？所以它韵是一样，懂吗？哎，它正了，
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知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尾韵，不要看它只有声，好像只有声母，不是，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韵。哦，而当共简记当中，碎花花三叶也是嘛，知识是它其实跟一字加一个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不念西剑，就是它却念吃剑，声音变化，它是声母跑出来的，韵母完整。啊，这个就派人使人使你做什么事嘛，唆使，对不对？当然你不能说唆使，唆使通常用在坏人上面的那种唆使。啊，那你可以说遣使，遣上去。这个字就是什么字形结构，加个这个是不是就到？啊，那上一次是不是也学过知识是会转成得特呢的音？像我你现在去买那个叫什么菜市场，他们就叫什么 B18， 有没有看过这种招牌？对，所以猪会转 B 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讲别的，你看我这个者字，猪的话是有边读边读，右边的者加个耳朵变什么？是不是就念都？好像要选的六都市长还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为什么不念猪了？可这时候却念猪，可念吃和的会转，啊，它是相通的，它可以转变，就像你会转大人、转个性，可是还是你嘛？其实你对不对？转大人呢还是你？他都发记者的折音的一个还保留了知的音，一个转成的音，所以就证明了，所以字跟道也一样。可是有人说这个道是读刀这个声音，不是读字这个声音，也可以啊。反正你注意字和道原来有字形结构关系。还有我现在讲那么多有边读边哦，像那个字，这是下面加个墨，是不是建筑系的竹？可你知道建筑系的竹或者这个字念什么字，发什么音吗？我问你这个字，你查字典会查什么步骤？快点啊，这个都讲不出来。竹部，对啊。你看你们那么多人讲，我要怎么计分？所以你要自己跟我讨啊，你有讲那就100啊。你不要，就像刚刚那个同学，他可以补他缺课嘛。你们都看到，不要是你家的事。哦，我是很想给你，可是我不认识，我不能给啊。你要跟我吵，我相信你不会来给我的讹诈，对不对？没有够手眼。对，找逐步啊，通常部首不会发音，对不对？会猜部首另外。可是你看，你要怎么知道这个到底发什么？就是要看说文解字。啊，有一体之人做，他会把说文解字剪贴在这里，这里原来书的那个拍照的样子。你看他这里说，这个逐是什么东西？他讲一大堆，最后呢，你看。虫竹有没有？虫竹从下面那个，这个下面是什么？你知道？竹的下面那个认不认识？你一定也会念。不认识，你们都要注意字形结构啊！下面那个东西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听？固体的固，上面一个字是什么？把它弄很固定，叫什么固？啊？巩固的巩，这个上面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念弓。我们讲话声调不像那样拱拱拱拱，你不要以为竹下面那个你没认识，欸，因为你对拱已经陌生了。你看你巩固的拱是不是就是竹下面那个东西？它有边读边读左边的工嘛，左边是不是有一个工人的工？不过最后一笔写，所以它不会读下面的工嘛。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字念竹，欸，我看看，那这念竹。那它我们现在编字典怎么知道念竹？因为说文解字说什么？说文解字说从竹从工。会从拱，然后呢，拱是词，好像拿着一个东西一样。竹一声看到没有？意就是也，你总知道吧？竹这个东西也是它的什么声符？只要说完你头想说声，从某某声，对不对？表示那是它的声。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个是要念竹，是念拱。怎么办？字典是这样编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字，有时候以说文为标准，可是说文有时候也会出错。当然几率没那么大，一般就是以说文为标准，就知道这个字形声字，原来它是部首，这个很少见的，部首这样两间声符。啊，碰到顺便跟你讲一下，这个字到王府这里求婚了，为他的女儿来求婚。那王家的子弟，你看人家说文前面王府，后面就写什么王家嘛，其实王府就是王家，变化一下，王家的子弟。就他男孩子都哪个字是都接嘛？矜持相对，现在还在用矜持这个词呢。矜持自不自然，就有点拘束了，对不对？别别扭扭。对，相对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又省略了什么？对的谁？对不对？对谁啊？
你觉得对谁？从上下文你知道对谁？太尉。太尉，太尉在家里，他叫人来，对不对？叫是哪个字？死。他死人来，他不是亲自来，所以相对太尉派来的人嘛，这样你就会读了。那还有一种读法是啊，这个相就是代名词，对那个人。像我们说“天涯我独行，不必相送”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互相送？不是吗？不要送我，对不对？不需相送，就是不需要送我，对不对？哪个字是我？相。所以相送跟所以类似，要倒过来读，相送就是送我，相就是带那个讲话的人。还有一个我们最常用到的，哎，请见谅，请勿见笑，有没有听过？什么意思？请不要看到就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见笑。那见谅是吧？请不要看到原谅，是这样吗？不通了，对不对？可见见不是这样读吗？见不是看见，见是什么？见就是类似刚刚的相，是我。谁讲话就死谁，见谅就是原谅我，见笑就是笑我，啊，类似那个所以嘛，倒过来读笑我嘛，见笑，见是我的意思，啊，很特殊了，中文里头有这几种特殊，就好像所以是特殊的用法，这才真正懂吗？啊，这也一样，对我，可这里不对嘛，这里相对。如果读成对我不对，因为这个是现在课本的老师编的，对不对？又不是那个死人去讲。他如果今天回报给他的司太尉，啊，司谏说啊，他们都如此相对，那是对，因为他自己在讲话，相对就对我的。现在是介绍他相对这样翻就不对，对我不通了，就是对待那个派来的人不通，懂不懂？除非他这一句话像小说里头是那个被派来的人自己讲的话，那是可以。可是是借由这个去学啊，我们说相送就是送我。不必相送，就是不要送，那个相就类似我，好像见谅的见，这一样啊，做个说明吧。对不对？相对就是对相，第二个道具场所，对，应该这样比较清楚，这是道具场所。重组是第四招，对不对？你把它做个表格，就明就很清楚。相就类似我，那这就好像那个什么见惯、见谅。见怪就是怪，见谅就是谅我。谅我没人听得懂，对不对？原谅，单字想就是见谅。比如说单字想不出，也可以说天字还原，就是两个字。你上次很清楚，你开玩笑。好，你看，你知道原来见就是我的意思，那标个颜色就更清楚了。啊，香呢就是我的意思，对他对嘛，对不对？对是一样。其实国文就很像数学，对不对？两个几何，对不对？唯是什么？唯一，对不对？可以看翻成只有，只有王羲之怎么样？东床台铺，在东边的床铺上，袒露的肚子，袒露，这都单字想不直，对不对就可以了。那这里你看，这里我可能已经说起了，只有王羲之在，这就是天字还原，对不对？东床就冬天的床铺，这里要讲的是床铺，不一定是睡觉，它可能是让你坐的、靠的都可能，就好像类似我们现在有的躺椅，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看过？对，躺在那其实还是坐的，那个都可以叫床。还有要注意一个文化史的常识，我们中国原来没有椅子，椅子早期就叫胡床。就是可以让你就像现在躺椅这样，就类似现在的躺椅。因为你看日本人现在为什么榻榻米还蹲在那里？因为他是受中华文化影响，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没有椅子，椅子是外族传进来的，是中华文化的东西。再来，躺着肚子，然后呢，施剑就以其侯不照做，于是就把女孩子嫁给他，哪个字是把字？以字，刚才叫你以背两个基本，一个是因为的因，一个是用，用女儿嫁给他，很怪，对不对？就把女儿嫁给他，
没有人说用女人，我们把女儿当东西用，对吧？可是他的意思还是用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可是也翻成音就不通了，要不通，可是还是没跑掉那两个字，这里也都有说解了，对不对？这里第一个以是什么？因为你看刚才叫你复习两个理由，两个基本字，第二个以是用，那用不通嘛，用好像怪怪的，再翻成吧，不再用那样。其是他指王羲之代名词，因为王羲之毫不讲述。之前你们后宫甄嬛传还有听过吗？有名的一句话叫见人怎么样，就是矫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不会矫情，怎么样做做，这是单字想副词，对不对？做想要做做，你不能想成作文啊。这里为什么不是作文？带回二作不通嘛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对作文，你想的那些答案你要带回作品啊？这里不在作文，你如果想成作文就不通。你想出很多答案，要记得用第九招去对对一下答案的对错。这里当然是作作比较通，不是作文，作文不通。于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于是一个字就用遂字，用女儿嫁给他。妻原来是名词，这里转成什么动词？把女儿做了他的妻子的意思，很好。这不就嫁？原来是妻子嘛，现在是把女儿作为他的妻子，作为谁？王羲之的妻子。那这个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这是课本介绍哦，《四维东床会稽》这个成语。我们要看的是故事。好，这有一本书《二十五史》里头有禁书，有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，我们听过《三国志》，有听过吧？是不是最有名的四史？有一本叫《禁书》，就晋朝这个时代的正史叫《禁书》，那里头有《王羲之传》，所以一般王羲之的传就是以这个为标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本传，它本来的意思。所以一般称王羲之本传。或者这个本有本来或根本的意思都可以，因为它是官方修的，比较可信嘛，不是人家随便讲，没有什么权威性。现在你看你做什么，然后官网对不对？比较官网的新闻你比较可信，一样嘛，官方消息对不对？那这个书，这个史书就是官方修的，在八十卷有《王羲之传》里头就这一段，那课本当中就录这一段。你看门生归告诉荐曰，这个荐是谁？前面的吃荐对不对？可见他前面已经出现吃荐，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姓省略了。门生归，可见刚刚说吃荐使人，他派谁去看？他的门生，对不对？什么叫门生？你就是我的门生嘛，就是学生嘛，你们都是孙门弟子嘛，你从我这个门出去嘛，从这个门进来的，对啊，上面会冠着老师的姓，对不对？那他这个门生，他的学生回来的时候报告他老师说啊。说是这个约是报告是魏嘛，或者告诉，通常魏是告诉，告诉吃剑说，说就约，所以每个字都不要漏掉啊。王氏诸少，像我们现在有词叫立委诸公，有没有听过？那就知道诸什么意思，诸就各位，每一位。那少是少年嘛，男孩子，病家都很不错，哪个字是都？病对不对？很不错，但是呢，然而，但是对不对？所以然想到然而是单字想副词。所以可以翻成但是，但是闻到就是什么意思？听到对不对？你看耳闻嘛，中间是不是有耳朵？字形结构，听到什么东西？信字什么意思？信是什么意思？一封信 email 嘛，带回二作也知道不对，对不对？这也不在写信，这个信是人对不对？带口信的，我现在要草拟信，是派我这个学生来帮老师看看哪一个好，所以我就是老师的什么信使，我们听过这个词汇。就派过来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，像你们也许听过钦差大人，那是皇帝的信使啊，派出来让人家相信你是皇帝派的这个信。这个信为什么用信字呢？因为你会相信他是代表世界，对不对？让你相信，所以为什么用这个信这个意思？像你今天读一封信，也希望信里头写的是真的，然后干嘛读？所以信为什么跟相信的信是同用一个字？因为它也是表格原理，它是有关联的，不是完全无关的字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总不知道，总不希望收到一封信是假信，人家说所谓喝呀，那读它感觉没意义，当然希望它报的是真实的消息。那字就是课本用的字嘛，有道理。
听到我来，所以这个心就指那个派遣的人，就是翻译成我嘛，因为他现在是他的门生告诉他老师，所以这是双引号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话。闲字经词，闲什么意思？你看课文里头有闲，对不对？长群贤毕至，少长贤集。你看一下你课文就这个词啊，你们怎么好像很陌生？不是都上过《兰亭集序》啊？比我还陌生。闲单字讲不成，可以讲到老少咸宜，有没有听过？生活也在用，什么意思？对，哪个字是都？对啊，那这时候你就知道闲有都嘛，都自己怎么样？矜持起来，装模作样，放不开，对，没有穿内裤的赶快把外裤掏一掏，对不对？贵客要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刮胡子的赶快刮刮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啊，不像平常一样，都是赶快知道我来了，赶快的。只有一人，你看课本是不是用口部，还用心部，这叫字形结构怎么样？换步骤，一个用口，一个用心。那这其实两个字是通的。这个我一看那个口，它右边读边读哪边？读右边的锥哦，右边是不是字典的副首念锥？锥和尾是叠韵。所以还有一个很好玩的，虽然的虽有没有听过？它也是念右边的锥，有没有？韵母是一样的。尾。只有一人在东床，在冬天的床铺那里干什么？你看哦，文言文的用在字，而且他有时候用鱼，有时候用在，所以白话文的在还是文言文嘛，对不对？文言文也用在啊，这搞不懂，然后什么白话文的，什么都不懂。坦腹食在东床干嘛？你看课本没有讲他在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只说他露着肚腹子，坦露，坦是坦露，不是坦克车啊？为什么不是坦克带回二州不通嘛？你坦克想要坦克车，可想要坦肉，为什么坦肉带回去才通？坦肉的富就大富翩翩，大富人，现在不是讲大富翁吗？不是有钱的，是肚子很大，所以腹是腹泻，对不对？肚子痛，所以腹就肚子嘛。肉的肚子在他吃东西，为什么吃？我如果今天考试，请问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是夏天还是冬天？你觉得？你回答是什么？是哪一种？通常是夏天，太热了，这才自然嘛。谁爱吃热的东西？然后哎呦，穿了很多，穿的西装笔挺在那吃，有啦。你外面交际应酬这样，在家你会这样吗？他今天要选女性，当然是居家生活嘛。看你一个，对，很富在那吃东西，这个吃不是食物吗？是动词。独若不闻，这个独就前面的闻嘛。只有他一个人，好像啊，这是好像。若对不对？若就有像，不闻就呼应前面的闻性质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听到我要来，只有他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来。没有听到你吃老爷要来学女性，一样过他自在逍遥的日子。所以吃老爷知道这个虾猴不简单，他会不会被权势所迫？不会，他才不买你的账。我的女儿嫁给他以后会不会幸福？因为他会不会做陈世美？对不对？陈世美就是有权势的，他就挖过去嘛。有没有听过陈世美啊？对嘛？他为什么做负心汉？是不是他要有权势的老婆？对呀、啊，其实这个也会学女性啊。为什么做东厂？那些会做这个就知道哦，我嫁给他哪一天，只要有一个官比我大，或者哪一天我死了，谁更是当红炸子鸡？也许他要娶人家公主，我的女儿就变成他的小三，二房了，是不是？那这种是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我也不能娶，根本不管你要做他自己，你做得到吗？少了，就读书就颐养性情，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。人家为什么可以留名青史，还成为一个成语东床快婿，就这样来。好，那最后讲略过一下就好。王氏书法以草隶最盛，草隶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说草书和隶书，一个是说草隶就是一种字体，介于草书和隶书之间。这不管，反正它是这种书体最盛，因为在书法史上这也是有一个争辩的名词，我们就不管了。那它。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是书法之中用圣人嘛，叫书圣王羲之，对，当然诗圣是杜甫，画圣是谁？画中的圣人，我们中华文化，吴道子，是不是？能背过这个？乐圣呢？音乐中的圣人是谁？我们中国人比较不知道，好像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也忘记了，好像战国时候的人，那个几乎没人知道。可是我们知道，现在一般听流行音乐，乐圣是谁？贝多芬嘛，真的。这个说法，西洋音乐乐圣里头是贝多芬，不是莫扎特最盛。论者皆为其鄙视飘落，这个要讲一下。
论者就评论家，哪个知识家的者，像我们讲记者的者，刚刚讲知识之短得特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者就是文言的者，不要说文言，你看我们现在还在用作者、记者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文言白话，这个者就类似我们白话常用的什么的，所以论者就评论的，你也知道评论的什么，不是评论的狗，不是评论机，评论的人嘛。你看者和的是不是只差声母，一个之一个的，它韵母一样，讲过声调不重要，方方方方，虽然一个三声，一个是轻声。啊，声调先不要管，那么韵母它一样，声母还可以同转，它就支转的。可是者其实就的嘛，你只要读成的，就会都通了。论者就论的，就评论的人，你可以知道是的人是的别人，对不对？作者就是写作的，对不对？写作的是什么猫吗？绝对不是嘛，写作的是对不对？你也知道那叫当然省略嘛，你知道他省略了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都称赞他的理，刚学过这个棋有他啊，那我们再看一下。你看又来了，飘落云龙，看到这种句子哦，整句的你要想到是不是相对于对的？你看刚好他这个单句对嘛，弱对弱，对不对？云龙对金，金龙对云浮云，飘对桥。哦，那你看他说称赞他的笔是现在在论他的书法成就，那笔是也知道写书法那个笔。是，你看字形结构下面有一个什么力量的力，所以跟它的比例有关。它写出来的字感觉很有力道，这种力道就好像什么，就是后面要形容的。力道比较轻的时候，是不是轻飘飘？比较重的时候很矫健嘛，比较有力量。很有力道的时候，看起来就好像什么，被吵醒了一尾滑流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你马上就跳出来，好像跃然纸上，对不对？让你不敢目直视，好像它要撞到你眼睛上。那轻飘飘就好像浮云在纸面上流动一样，让你捉摸不定。你看浮云和金龙，金龙是不是那个具体的形象？大家都看到浮云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好掌握。那笔势呢？你可能没看过王羲之怎么写字的，或者你没看过他的作品，你很难想象。所以这要讲的是怎样？你常常会用具体的东西去形容抽象，那笔势是很抽象的概念嘛？可是你要用具体的去形容抽象的东西。写作文也是这个道理，嗯，比如说我现在身心情好坏，坏到什么程度？好不露，不露大家都知道是蓝色，哦，大家比较好掌握。我的心情就好像今天的天气，你就知道哦，很阳光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天气大家都接触到，这天气是很具体的，对不对？那具体是形容你的心情是很主观、很抽象的，这样是不是人家比较好理解？他这里在形容他的笔势是很抽象，记得拿具体的东西去比喻。这样人家你沟通就成功了嘛？我们通识教育不是教你表达能力吗？表达能力好就是你表达的人家好掌握，不会会错意，是不是？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要记得拿具体的去形容抽象，不要老说我难过，我不爽，什么不爽到什么程度？我想打人，哦，这就比较具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要有一个具体的形容你的抽象，我又不是你肚里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在想？这个要讲的就是讲这个，你看人家也是这样嘛，意思是抽象，但他拿浮云、金龙去形容，因为我们在生活在中华文化也知道龙是什么，虽然龙不是具体存在的物体，可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形象。那浮云更不用讲，窗外就有，就可以想象什么。这个乃是士的这意思啊，士古今的那个冠冕。其他细讲要看《石敬秀》啊，上课时间我可能一个都讲不细。古今就是古时候和现在。都是一把叫冠军嘛，冠军冠军。其实知是什么意思？的冠军。古时候的人或现代人都是冠军。这个古哦，我顺便讲一个东西，字形结构会碰到什么字？故事的故是不是就过？我们说亡故是不是就过去了？你看故是不是左边就是古，做古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旧，你说故旧就是老朋友对不对？旧这个好玩哦，旧有边读边读哪边？旧下边很好，下边念什么？旧词的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好像我问你们嘉义的嘉，对不对？嘉义台南那个嘉，是不是有边读边读下面的嘉？好啊，那我问你这个字有边读边读哪边？上边。上边的啊，脑袋转很快，那中文就是让你不要死脑筋，会转。现在又跑到上面去了。那我问你，我们这普通话、北京话、国语念旧，台语念什么？古，
孤跟孤的声音像不像？所以旧事为什么叫古事后的事？还保留，我讲过鸡七七是不是可以转可可喝？咖啡其实是加啡嘛，右边不是加吗？为什么今天咖？你看你抓住这个原理，可以懂多少东西，是不是？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旧可以有故的意思，有古时候，成年旧事就是故。其实旧台国语念旧，台语就是古啊，那不就是古？古跟古发音很像了嘛，只是声调不一样。对啊，其实就古，就古做古的过去。就顺便从这个古今来学，有书生之称，刚刚的这个称是名称，啊，名声的意思。谁都没时间写的。我们总要碰一下课文嘛，不然快下课。课文在15页，这个还可能要翻页。因为你们上课了啊，我也有实境秀，我只能讲重点啊。在永和9年这一天呢，这一年是在癸丑岁，像是岁在癸丑，你就可以倒去重组那么多。这在就是鱼嘛。鱼癸丑岁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在癸丑岁，这样就直接就翻出来。然后呢，暮春之初，暮春的这个的就是刚刚那个之的的，就这个之是的的意思。暮春什么意思？暮，你看朝朝暮暮，晚上了，一天的晚上。那这个是春天的晚上，春天的晚上表示春天快要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春天的最后一个月嘛。春天是不是要过？春天最后一个月是几月？农历的3月，对不对？国历是不一定的，和农历是一定的。农历就1、2、3是春，4、5、6是夏，所以很明显他就讲三月怎么样呢？几号没有讲啊、只讲之初。文理是之初的话会几号？我们有学过上旬、下中旬、下旬，对不对？一旬是多少？旬在咨询的询问的旬，右边那个字啊，10天是一旬，对啊。那他不想旬，他想初，就是刚开始。啊，刚开始，所以它是3月3号，你看注释就知道，你可能以前有学过。所以它这交代了年月日，鱼又出现了，只不过它不写那个鱼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倒去从那边，在未稽山阴的兰亭这里怎么样？聚会，对不对？会前面的会是动词，后面是地方副词，形容它聚会的地方。你看鱼前面学过，这里都会读，对不对？倒去从你都会翻。前面不是变成跟你耗时间，会这样。白话文就怎么样了、啊？做什么事来休息这件事，所以先交代时间，后面想说办什么事。因为你们上过嘛，休息是一个典礼，这一天要可能在水边用清水洗，就像基督教的受洗一样，用清水洗身体，好像把不吉祥的或倒霉的事情给它洗掉，这就叫休息。好，先这样吧，下一节课。